来临了。啊，这能戳得到。因此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更多火药，我把名字写在他们的头骨上。看到没？这就是大师仔在我的面前。他兵都不配死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我的心是铁做的，怎么打表姐的哈？刚刚有个屌毛说我现在实力最高只有钻山，他认为我打不过翡翠，我现在立马秒上一个大师号。我杀给他看，我就直接跟你讲的，他翡翠他就是难打，这都跟犟驴似的，你不听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丢！渣子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那我赶紧推线吧。人人有份。现在外面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灵魂的路上，死亡把我人马都跑到别人基地上面去了，好厉害的进攻性。那你就别吃兵，你在后面看着就行，你不配，因为你不是翡翠。我很少忘记，恋人狂澜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就需要那个。把这兵线给他卡烂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因为对面兵线多呀，兵线的位置离他家近啊，
所以就能砍。我在卡线呢，让他还别搞我了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渣子，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又要入侵了，算了，我把线清了，别一会支援不了他，很麻烦。只要入侵的话，我就不能卡线了。这边有野，言语毫无意义。红大。一只狗，这也不是办法呀，兄弟，你不搞点事啊，你队友又没优势，你已经被压四十刀了。凤凰还好，凤凰他只是守塔厉害，双突进还是挺好开得到他的。想不死很难，你看到没，这就是撞衣大师在我的手里，他连线都不配死，你不要质疑我的实力，这就是主播的 power， 觉得主播有 power 的话给主播点个订阅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哎，直接一R呀，我操！
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现在压力给到小黄毛。憎恨是小你想上线吗？用词。直接给他打挂机。打不死了，他有风，我操！他要没风的话就杀了。大师局，当心炸药桶！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好凶的嘛，又是。你看到没？你看会玩的打野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我想干嘛就干嘛。他会在我旁边，他们中单想抓我也抓不掉，哪怕是我们崩了的中单，他也是能支援。你要是打分段高一点的对局的话，确实会比你打翡翠舒服很多。你队友确实是会看你的。对面想搞我，连门都没有。他这是要出黑切吗？早就无可再痛了。脏东西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天外飞尸，等一下人马就，我这边不能太冲动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消失了他呢，应该是在这里。是，确实是从河道走的。
发文呢，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又一个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。杀光光兄弟盟，人人有份，脏东西。锐利的足够在骨头上刻字了。想必各位兄弟现在对主播的 power 有一定的了解了。刚刚说我只有撞上实力的哥们，能不能道个歉？顺便说一句，滴仔你确实很牛逼，行不行？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不跑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无处可藏。放哪？操！这波就管不了他们了，我也没状态了，这波现在走。我在这里等一波永恩，不知道他会从哪边走。完了，他好像从河道走了，没有。让我再去石头人打升个大招。怎么判断他会来？因为他没事干了。
大陆没线，中路他不配吃，野军没野怪，他一个上单只能吃那上路线，而且那个兵线是过了河道的，80%概率会的，只是不知道他会走河道呢，还是走什么地方。Q 打了870，有屏障，没预判好。一波节奏直接裂开了，周浩。来抽个号，抽个号打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月亮就可以参与了。然后主播给你打号的话，就点那个闪电士，一个小月亮也可以参与。不打的话也可以折现，刚好还能办个牌子。非常感谢，谢谢谢谢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就是脆皮才要出穿甲，肉多或者血量高的话，我就出青龙刀了。背叛，法言一样刺人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更多火药。我直接这样带，他们不敢有脾气，也不敢抓我，永恩也不敢看我，他们现在得四五个人来找我才行，不是四五个人我有闪，我一操作一个准。罪魁祸首还在上路拆塔，点闪电士啊，不要点小月亮，点那个闪电士一个小月亮可以办牌，这就是大西局啊，随便。